东西真的是最怕比较。我之前用他牌的时候，486独家款式完胜，哇！486好物开箱秀。时代的科技进步，我们在打扫的这个观念呢，跟这个方式也要跟着进步。LG 8.0 具备了防纠结底刷，不仅是吸得干净，它更能够让你在后续清洁上面呢更加的方便。很多时候这些底刷啊，如果是擦牌的设计的不够良好的时候，总是会在这个底刷上面纠缠着非常多的毛发，你还要这边一圈一圈的把它剪掉拉下来，非常的麻烦，你的手弄得更脏。所以这个防纠结底刷技术完全不卡毛发，清洁扫地机从此轻松而迅速。LG 8.0 呢，其实它也拥有了超大的集成盒，可以让你的久久的才需要去清理一次。现在的扫地机也绝对必备湿拖功能，而进化到第八代的 LG 智慧变频扫地机，已具备研发成熟的智慧给水系统，不会造成地板过湿或者是清洁不够干净的疑虑，干湿湿拖同时高效率的完成。基本上来讲，我觉得 8.0 呢，它的所有的设计就是让你的生活能够变得更加轻松，而且家里24小时呢，它都能够帮你维持非常干净的一个环境。再来，它的 WiFi 功能你也可以去设定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个人都会选择我在外上班的这个时间，让它自己自行的在家里去做打扫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们就马上能够享受到非常清洁的这个居家环境。而且啊，东西真的是最怕比较。我之前用他牌的时候，在运作的时候，难免都会有一些运作声音、声响，没有比较过。之前我也一直以为我用的那个牌子呢，其实声音还好。购入了这个 LG 8.0 之后啊，真的是比较过后、使用过后、亲身体验才知道什么叫做优雅。这就是优雅。东西最怕比较，是不是真的有差？吸力强劲，但是它的噪音又那么小，然后又不会去碰撞。因为它搭载了最新智能镜头与数位多点感应器，对于避开障碍物的辨识更加精准。果然是最新的第八代，已经进化到一个非常接近完善的一个阶段了。如果你还没有拥有湿拖扫地机，或者你想要换上一台更有效率的湿拖扫地机，亲身使用的经历分享给你，独家486贩售通路，第八代干湿湿拖扫地机。